当我们要检色时，只要按下按钮并等光熄灭，就能成功画出检取的颜色啦。使用完毕后，接上我们支援的 Micro USB 充电线，看到光亮起来就代表成功充到电哦。首先进到我们插件的下载点，然后把这两个文件夹下载下来。这里先介绍 Inkscape 的插件，把刚刚的答案解压缩，找到 Inkscape 的资料夹，点 Share Inkscape， 然后 Extensions， 接着把刚刚下载下来的两个答案丢进去，这样就完成安装了。现在打开 Inkscape， 这里我先随便拉个图形，然后从扩充功能找到颜色，按下同步检色笔，它就会变成检取到的颜色了。现在介绍 Blender 的插件，先打开 Blender， 找到 Edit， 按 Preferred， Add On， 选 Install，然后找到刚刚下载的插件，下载，看到这个检色笔模组，打勾勾，关掉之后按 N， 这里能看到我们的检色笔工具，按下同伺服器同步颜色，就变成检取的颜色了。这个网页是我们自制的检色笔测试用小画架，按下颜色钮会出现格线、光谱以及滑感三种调色界面。我们按下同步颜色，就会变成检取的颜色，而滑感这里能看见它的 RGB 值。调整这个滑感，能调整粗细。按下清除画布，刚刚的笔迹就会消失。以上就是我们网页的所有功能。